微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今天你只是陪人家来三创买一个游戏片，然后你可以在三创待了快三个小时？你为了一对兄弟，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这对兄弟生日是什么时候？然后因为三创自己也丢掉我们，自己去跟别人吃饭呢。我室友把那一天留下来，就让我那一天就不跟我们吃饭。那你逛太久了吧？三个小时哎。要挑啊，也要挑啊，挑我自己觉得很 OK， 然后他们收到也会很开心。喂，你在哪？我在荣家开会。徐展荣家。对啊。哦，哎，我去找你们一下好不好？我先联络手机给我吗？我对啊，我倒打给你。好。每天都在开会，难怪他们会瘦。不要发啊！为什么 EQ 这么低呢？那刚刚有提议说，你就买海神跟那个神的女超人。哎，说实在，海神跟神女超人就是那个效果，但是没有不会真心喜欢。其实这样话说很差、欸。如果你有看正义联盟，或者是有看，你是 DC 的迷，你收到会很开心。哦、啊，就不是 DC 吗？所以他们会收到的时候就是隐身。他们应该会假装来拥抱一下，而且加上你现在有在拍，他们就是会拥抱一下。好，谢谢你。那你要不要先走？因为我要开会。对，我需要就这样。我跟你讲，其实你就是这群人的开心果，你总是会给人家带来欢乐。等一下，我们就算是一个突击送礼物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明天就要下南部，所以我也不是故意要打扰他们开会。因为我今天没送，他们就要等四月份才收到，所以我还是就是把它送完，明天就安安稳稳的回南部。展瑞果然是让人家捉摸不定，刚刚跟他擦肩而过，他居然要走了。不是刚刚打电话说我要来吗？真的是怪异的先生，总是有怪异的行为。嗨，对不起，这是展瑞。怎么那么巨大啊？啊，你没遇到他吗？有啊，刚刚在下面。那你干嘛不给他？因为有一个人想拍。然后我就是要送你的，哦，谢谢。所以你其实已经知道了，因为你没有惊喜，没有惊喜，猜不到东西，还是我用谁？不用不用。我们刚本来是要买那个水行侠跟神力女超人，因为真的太丑了，然后就想送给你。然后我问说，哎，哪一个比较会有增值的空间？他说这种联名的。对，这个会有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会有增值。哎，他一大一小是分开卖哦，音盛很有心。你看他买一个，其实你不要看展瑞这么大，你的比较贵。嗯，我知道他那是什么，那也是熊吗？不是啊，那是汤姆猫杰利鼠。其实展瑞可以买这个，然后想说，哎，我好像没送你们生日礼物。然后再买一个这样承载我。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。你的比较贵，你的贵就算，你的我还跳超久。哎、欸，他是有这一只哎、欸。啊，你看，我也有看到这个，我本来想买这种的。哎、欸、靠，你好像没有哎、欸。没有没有这只。看，我本来要买这个。他刚刚是有要叫我们买那一只，因为他说那个剩最后一只啊。哦。第三啊，我没有第二代，我刚好没有，哎、欸，我刚好没有二。第二代。可恶可恶。哎、欸，我真的没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好好好，那怎么办？我拿一个。等一下，你要这个的第二集，还是要那只猫？其实我会要那一个。真的假的？这个我自己去买就好了。我先说，我觉得那个有记忆点，因为里面你就觉得哦，这是阴森送的。其实我们欲望没有很大，只要是你送的，我们都会开心。真的吗？那如果我送给那个木头人呢？因为其实我最其实我还是会开心，因为我会觉得那个等于你送的。哎、欸，对啊。他买这个，他不是说我很迷信吗？啊，他知道说其实财位不能摆这些零零扣扣吗？真的假的？他、啊、直接把他的财位砍断，好傻。下课，十分钟的恋爱。哎，不能上，有版权。快快快，上路，不是破迷，当成迷，是好了，他们在讲公事，我们该走了。还是直接去下一站哦。要送人家礼物，其实还蛮卑微的。你说今天是三月二十六。再两天就你生日了，三月二十八，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最想收到什么礼物？我想一栋房子。完了，看什么白眼？哎、欸，白眼好极致，好讨厌哦！赶快再讲一个啦。车子。你知道你送完这个礼物，你还有一个任务吗？干嘛？你等一下要去尼克家，他跟 Ashley 要送你一个礼物。对，尼克居然要送我礼物。那你期待吗？期待，因为他把它讲得很好。然后你一定很喜欢什么的，我跟 H 里送的，真的吗？这是什么？我跟小外送的。讲什么？
因为我是刚好运动完，然后要吃饭。你不开会吗？我意思说我昨天有去运动。我刚去展荣他家的时候，他跟展荣跟他经纪人来开会，我就先打电话给他说我去。我要去找你，把东西给你。我一到的时候，我居然跟他擦身而过，居然要离开了。没关系，这已经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很难得的去逛了这个东西。这是什么？因为你不是拿给展荣了吗？展荣是展荣的，这么有诚意。哎，你是在演吗？而且我刚刚想说，我刚刚说送个礼物也太卑了，我得不是扛上扛下，因为我哎，听到吗？没有礼貌。那你以为是什么？我以为你真的只是路过要拿一个。就是也许工作的东西给我，或者是什么东西要请我帮忙，例如说什么狗要请我帮忙带啊，什么没有想过你是特别要送的東西。对对对，啊，那刚刚还夹到我的手，现在痛。那我好没礼貌，很没水准。好，你自己。这么感觉很大吗？很精致啊。超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超贵的。他定价是46,000，然后我们一直在那边跟他砍。46,000，刚刚是不是在做效果？他在做效果。我没有那么多钱，谢谢。圣诞节已经过了、啊。但其实它不是一只麋鹿，它是一只假装麋鹿的汤姆猫。哦，你要不要帮他把那个膜给拆掉？你喜欢的是老鼠吗？啊，就好啊。你喜欢的是老鼠吗？没有没有，汤姆不是一只。还有那个圣诞节的那个树，然后汤姆猫就在树旁边这样子。可爱哦！你是没有很喜欢？不能问水瓶座说你是不是没有很喜欢这种问题，因为水瓶座会被你影响，大脑会直接切换，就是我没有很喜欢，然后这样子。对，要把这个头摆在旁边。现在住在这里。对对对，好了，最爱的老鼠在这。哎、欸，有老鼠。有老鼠啦。两位很会做梗哦，老鼠是他的礼物。他的礼物。哦。这是糖果猫的礼物，你不觉得很 Q 吗？对呀、啊。居然是当他的礼物。好了，好可爱哦、喔，谢谢。我刚刚很邪恶，我心里想说他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要丢到我家，麻烦我照顾。Ray， 那你知道过两天谁的生日？过两天是谁的？他的吗？我没有要求你们回报，我没有要求回报。没有，我也有说过他生日，我要报，不要被你说到我很狠。因为有一年我去香港逛街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一个发豆的包包。对啊，我现在还用在我的那个橱窗。然后那个时候也不会多想，就是觉得哎、欸，生日要到了，因为适合，也因为遇到，然后你就会想到，然后这个礼物就变得比较独一无二，也不是印象。我当年在想。真的啦，真的是这个心态。哎、欸，我帮你讲就好。没有，你不要自己讲。我想要强调的事情是说，他这样子不是超过两个月，是真的像是一种心意。我这边要跟很多男女朋友说，就是你也可以等到生日。欸、没有没有，男女朋友是真的可以尊重一下。不是我意思说可以等到那时候再送，但一想到赶快先把它存下来，然后不要被对方发现。哦，是这样、啊。他说这一组会涨哦，但没关系，我不卖，我不卖完。我跟你讲，因为这是应征送礼，我要卖的时候我会跟他协调。协调一下。意思我现在真的有过不去的点，然后我就插这个周转镜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要拍照？为什么拍片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过了30，脸部都会难免会有一些细纹。他是抚平细纹，真的、他有买啊？他买一个，他觉得很神，然后我就说啊，你要生日了？哎、欸，刚刚下来，我真的以为你要送他礼物是是这一只。哇，妹妹，抱一下。哎、欸，我礼物放一边，然后抱他。对啊，这样对吗？傻眼呢，太棒了！我今年的第一份生日礼物，第一个吗？我就还靠背啊。尼克 H 你夫妇送我的，对对对，一个除皱美颜机，除皱的，对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、欸，我给他一个很棒的名称呢，除皱美颜机。最后你帮我再做一个排名，希望我的排名是很前面。嗯，好，谢谢。怎么样都是第一名，因为是第一份。真的吗？因为我觉得不会再有。我也有书红没送是？没有哎、欸。祝你生日快乐。赶快那个蜡烛要灭了、快点！第一个愿望呢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平安健康，疫情快点过去，让大家可以出国。反正现在钱应该都存够了，只要疫情一过，我们大家就可以出国玩喽，然后全世界都平安。全部就是。
今年是希望就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属于自己的作品，不管是那个戏剧也好，音乐也好，会想多累积自己的作品。然后呢，我的愿望很简单，就是请你们继续支持我就好啦。好，谢谢。所以突然被 Q 来闪瑞家，那你要给我什么惊喜？他们有可能是要先退出群人，然后你先来。不可能啊！你这样拍一定是要给我惊喜啊！生日快乐！啊！我有生日礼物，你不是给了吗？这是我们订的，然后想说你应该是喜欢的啦。喜欢喜欢。对，然后你又知道什么？我知道啊，是我当初想买给你的。没有，因为太明显了。最近他一直在帮我拍片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以前收礼物会哭的，你那眼泪怎么没了？三二。哎，英生，这是送你的生日礼物。这当然是我送你的。对啊，音调不是这样，你刚刚音调，你可以重播。他刚刚音调真的不这样。哦，谢谢谢谢，喜欢喜欢。真的是。业配接太多，我现在都没有理性。业配还要再持续，我没有不够多。业配接太多了，不够多，开始都会介绍了。